强震过后，各地爱心不断，国际同济会花东区会也号召会兄姐妹爱心捐赠社福金给北滨街群岛还有天王星的受灾户，希望尽绵薄之力帮助他们。0403花莲强震后，各地爱心不断，国际同济花东区在主席包达明的号召下，会兄弟姐妹们热烈响应捐款，并且前往北滨街透天受灾户捐赠社福金。之前的倒的两栋的房子，一个在北滨的五层楼，跟我们天王星的这栋大楼。那我们这次我们国际同济会哦，台湾总会哦，我们是花东区哦，来今天来对这两栋的那个住户哦，我们来捐赠这个社福金。那也由于这一次北滨的这一栋也是我们国际同济会的前会长，也是我们会兄。所以说我们特此今天来这边给他做一个关怀的活动，那我们也自赠10万块的一个社福金，那而后我们会对天王星的住户70几个住户来做一个捐赠，可能在目标是每户10000元的一个金额。那当然国际同济会是个社福单位，那也不落人后，我们也是一步一脚印，哪里需要我们到哪里。而截至目前为止，募得超过新台币1亿4000多万元，总捐赠笔数为95442币，善款也将依卫生福利部核准用途，协助这一次受灾地区以及灾民灾害救援、收容安置以及复原重建4大项目，专款专用，以专案方式来办理，确实将每一分善款用于灾区与灾民。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